聪明人只看三秒，就知道如何把这十个数字全部放入这个拼图里面，而那些脑筋转不过弯的人，给他三天也办不到。据说，这是刘备给阿斗出的一道智商测试题，阿斗拿到手研究了七七49天，也没有全部放进去。阿斗放到数字7的时候就卡住了，放不进去了。于是阿斗又将数字7横过来放置，但是剩下的空间就放不下数字8和数字9了。于是阿斗不得已去找到了孔明。孔明说，你要动脑筋，这些数字必须经过合理的排列组合，才能全部放入这个拼图里面。你仔细看，首先可以选择数字0和数字8这样组合放置，然后把数字2和数字5镶嵌在一起放置。这个时候，这里多出了一个长条空间，刚好可以放入数字1，那